选秀节目出身的 Kobe 蔡广平呢日现身一个滑板活动，同场仲有拍过郑中基、吴君如电影的 Koba。Kobe 当日系同 Mira 十二子参与同一个节目，当时有传过佢系组合的人选之一。佢自己喺前年都有出过专辑，对于现时自己喺乐坛嘅发展，佢就抱有平常心。追赶就冇话嘅，其实我自己而家暂时都希望喺自己嘅歌上面啦，希望可以筹备得多啲先。因为始终今年我自己可能未必真系筹备到好多歌住，同埋而家储紧。未係呢個時機，我自己覺得，所以暫時而家其實可能今年我自己都決定咗去，可能譬如即係有頒獎典禮，我都暫時不如我都係唔去住啦咁樣，即係我都係覺得自己可能未係即係準備得好好，今年同埋未有好多嘅作品出到嚟先啦。咁其實唔係可能大家見到好似冇咁樣，但係其實我喺呢一年入邊，其實我 keep 住咧準備，其實有快歌有慢歌啦，即係抒情歌又有啦，其實都籌備咗好多嘅。咁但係始終覺得而家呢個時間同埋。同公司的溝通啦，都覺得呢段時間可能，譬如可能停一停好少少，同埋當係俾自己一個鍛鍊咯，即係喺呢段時間可能試多啲唔同類型嘅歌啊，試多啲唔同風格嘅歌啊，咁希望到時一隻專輯出多啲唔同款嘅歌，可以俾大家聽到唔同嘅我咯。Kobe 不時喺自己社交媒體 show 機展示結實身材，佢就話唔介意支持者嘅性別，只要係 support 自己就 OK。我就冇話即係同性定唔同性，我都覺得即係大家都係 support 我支持我，咁我都唔會好介意嘅。咁大家歡迎多啲 DM 我都冇問題。咁我見到我都會 read， 同埋我都會睇大家對我嘅支持咁樣咯。咁最近嗰次嗰個都真係幾激嘅，嗰次哇我嗰、那個嗰張相，大家如果有睇到我嘅社交媒體嘅話咧，咁。嗰張係我著住一條品牌嘅內褲啦，咁然後就喺個雪地嗰度影相，咁哇嗰個凍，我自己本身諗住即係可能冇諗住會咁凍嘅，即係我覺得嚟就嚟啦，除衫啦，唔驚啦，都除慣㗎啦，即係都唔係好有呢個拘謹㗎啦，已經嚟啦，但係發覺原來真係。就係真係原來你喺雪地度除衫除曬咧，係真係會好凍好凍。